俗话说，长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，还有可能是鸟人；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，还有可能是唐僧。话说唐僧，也就是道的唐，招收了开门弟子孙悟空。师徒二人从东土大唐来到西方 UCF 求取真经，这日师徒二人翻山越岭啊，跋山涉水啊，终于把 paper submit， 然后再来休息片刻。悟空啊，哎，腹中饥饿，快去化仙斋饭来啊。师傅，我最近可在减肥瘦身呢。你知道我刚来 UCF， 一不小心买了100吨的 Marketplace 的 plan， 现在还没吃完呢。想当年我一个108000米的跟斗云，现在只能哎呀，滚出半米远。少废话，要适当吃一点才有力气减肥啊。哦，再说了，你和那些西方的国际友人相比，小伙子长得还是相当苗条的嘞。对呀，你对了，悟空，哎，师父最近方顶还有些剩余，你去看看花果山或者蓬莱仙岛还有没有朋友想到 UCF 来求取真经。哎，有了，我正好有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智商还挺低的，正好给骗过来。哎，怎么能叫骗呢？这叫忽悠。对，忽悠。打个电话。那一天你没有听见我。喂，八戒啊。哎，猴哥啊，你怎么想起我老猪来了？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嘛？你在天朝的日子过得还好吗？是啊。好什么呀，炒股票把媳妇儿都赔进去了。那天我一同事问我，你买中石油了吗？我说你才买了中石油，你们全家都买了中石油，还买了中石化。哎呀，听你的火气还挺大的，看来你肾虚的老毛病是好了。是啊，我坚持喝三鹿奶粉，现在感觉肾比以前硬多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赶快来美国读我们 UCF 吧。整个学位我们这里有个专业挺适合你的，叫做母猪的产后护理。你看怎么样啊？啊，有这种好事？我就喜欢护理学，还是母猪的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这就回高老庄收拾行李去。好好好，搞定你的。下一个听说你最近当公务员了，混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啥公务员啊，我跟你说啥也不是，这玩意儿你知道吗？现在在国内吧，人家一个一个的都有背景，就我光个背影。买不起车也买不起房子，咋的？没钱呢。现在的国内的物价吧都跟欧洲接轨，完了房价呢跟月球接轨，就工资不一样跟非洲接轨。哎呀，这国内的调调怎么都这个样子？那赶快来美国吧，读我们 UCF、啊、这里春光无限好，黄昏更迷人呐、啊。还有全美排名第二多的美女，赶快过来吧。是吗？哎呀妈，你老外了。师傅，你等啊，我赶紧回头行李啊。好好。哎，都想定了。你说这出国吧，它就像个围城，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里面的人想出去。
哎，师傅，都搞定了。Good， 为师看你最近表现不错，决定明年带你去伊拉克开会。后年圣诞的时候再给你放半天假。这不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苍天哪，大地啊，你终于开眼了！谢谢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走 ，Marketplace 吃饭去，师傅帮你吃。不敢，不敢。UCF 新的学期开始了，有一批姑娘们踌躇满志的飞跃重洋，来到奥兰多小乡村，村子里沸腾了，兄弟们上啊！二兄，你看那 UCF 学生会的还挺体贴的，是吧？连那个临时作业地方都给咱整好了，还是个饭厅。是啊，老朱又有福气了。哎，我说你们，哎，你呢？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哎，总算来到奥兰多了。朋友们呐、啊，都劝我不要读博士，都读了博士，那就成了灭绝师太。嗨，那呀是在国内，到了美国可不一样了，连母猪都能上树，何况是我。哎，同学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猴哥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你是新来的吗？新生，新生的吧？叫个啥名字啊？我叫紫霞，姓紫。你光听这名字，村里多少老少爷们都把持不住啊！哎，有多少行李？师傅给你扛了。哎，姑娘什么专业的？母猪的产后护理。我看你就是学这个的。哎，怎么是你们两个？师兄，见新生你要讲点职业道德呀，是不是？师兄，我毕竟也是个男人嘛。你们平时在国内是灯红酒绿惯了。我每天晚上只有对着月亮歪歪嫦娥姐姐，体谅一下，体谅一下啊！你先待会儿，我会派人来接你们的。要是没人来，你们就自己走回去吧。看你们，猴子靠得住，他都能上树。人人都说来了美国，母猪都能上树，偏偏可惜我怎么就是个公的。